实习期间，台湾学生们在厦门银行资深员工、优秀客户经理的带领下，学习金融知识，体验业务实操，并围绕大陆移动支付和共享经济、旅游金融等议题展开研讨，参与企业营销、产品设计和市场调研。导师有带我去面见客户，也了解说他跟客户之间交流如何。这次来了之后，会把它列入未来的考量。毕竟我感觉这边发展也是很有前景的。这边的步调我也是比较喜欢的，然后工作环境的领导啊，对我们很照顾，也希望说之后也可以继续留在这边。厦门银行台湾高校青年实习计划自201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招收614名台湾学生前往实习。同学们表示，这次实习为他们提供了认识大陆、接触大陆的窗口。银行方面也表示，年轻视角的加入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启发。包括刚刚提到说，可不可以说增加一些专营的更加温暖的一些加持服务啊，从我们的客户经理的身上去发现跟客户之间交流更加密切的一些关联点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